已经到了，小美女。当时买的花多少钱啊？这个？我那时候我就十多万就买得到啊。一平，我零七年嘛。零七年的十多万，他带我来看他的房子。罗嘉欣。自己买的地皮，自己建的。他跟我一年的，我们俩太有缘分了，所以带我来看一下。哇，可以哦，很漂亮，这房子新的。哇，他建了这么多，一二三四五层，建了五层楼。好，我知道就行了，我回走了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送我到那接我再过来。谢谢你，还送我送到外面来了，拜拜，美女。仿佛已经闻到泥土的芬芳了。
给那个这个这一家是谁的？是啊，所以他说好对我们来的。难怪，那他肯定这么钱啦。他也挺大。要不哪天我也跟着你出来，不可能的。对呀、啊，一望无际的空菜。刚才去外面玩了一圈，他就把鸡搞好了，你看，哦，这两条狗，来的时候凶巴巴的，走的时候一摇一摇的尾巴。谢谢你啊，美女。啊，嗯。哎，我终于把这两只鸡拿回来了。这两只鸡花了我268块钱。把我的手拎得好痛好痛。中午饭没吃，所以我现在饿了，我就把两只鸡的那个鸡肾跟鸡肝炒了。